8月5日、私は福原愛さんに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に関するインタビューを申し込んだ。が、その前に私のわがままで、ちょっと一緒に卓球をしませんかと頼むと、心よく OK してくれた。那你应该怎么做？对对对，好多了好多了，不然你像你刚才这样，我这样，早上也是鸡爪子，不然你会被广东人吃掉，小心点。听不懂，最近打吗？最近我好久没打了，几个月没打？几个月？几个月？一年了吧？一年了？对。真的吗？对，他是中国人。我中国人。哪里人？河南。我河南。圆儿姐，是什么？兜里的矿泉水给我拿出来，是那个。河南人。河南人。他的中文绝了。我不想跟他说中文好吗？你跟他比较的话，我太别就有点那个别扭了。这次奥运会也许会取消。这个时候，我想知道运动员的心情是怎样。其实运动员的话，希望就是不管是打还是不打，赶快说，这是第一个想法。不然的话，永远都不知道要打还是不打。但是每天还要努力的训练，然后就要备战嘛。当然是疫情这个东西是，真的很厉害、很夸张的一件事情。但是对运动员来说，可以参加这个奥运，可以参加跟不能参加是真的是不一样嘛。史上初のコロナ禍でのオリンピック、その裏側では何が起きていたのか。これは私が見た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60日間の記録映像だ。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我现在一直思考，这办这个奥运会的意义在哪？我也还没找到一个答案。6月6日，オリンピック開幕47日前。大家好，我现在在西安机场，然后呢，我现在要去日本，因为要拍东京奥运会的纪录片。那走吧。国际班只有两个，去东京成田和那个韩国首尔。我过海关了，你看，没人，根本没有人。因为现在坐国际航班的人特别少。私は昨年の新型コロナ感染拡大から約1年半、日本に帰っていない。コロナ禍の日本は一体どうなっているのか。約3時間で日本に到着。時間にするとあっという間だが、私にとっては長く遠い旅路に思えた。有的游客穿防护服，就是上次刚下机的时候跟他们碰到在一起。啊，这多少钱？防护服这个40多块钱，我看一下吧。哦，到着后，空港での PCR 検査や行動履歴確認のアプリをダウンロードするなど、各種手続きで2時間かかった。隐性。哎，好多好多手续，终于结束了，好麻烦。哇，一年半没来日本，这么长时间没回到日本，我人生第一次的体验，所以很有感慨。海外から日本に入国した人は公共交通機関に乗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ため、私は感染防止対策ハイヤーを予約した。
はい、お願いします。オリンピックはやるんですか？一応やる方向ではいるみたいですけどね。あ、みんな賛成してない人が多いって聞いてるけど。そうですね、うん、ニュースとかで見る限り半々ぐらいな感じですよね。ああ、半々なんだ、はい。運転手さんはどっちですか？これはなんかやってもしょうが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うん、やってなんかメダルとか取ってもなんかこの状況だとあんまり盛り上がんないよね。じゃな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メディアだけ盛り上がってるみたいな、そんな感じになっちゃうんだよ、ね、はい。6月23日、私は2週間の自宅隔離を終え、東京に向かった。大家好，我今天来到东京都厅啊，听说今天在这儿办反奥运会的游行，要不去看一下？好嘞。皆さん、オリンピック開幕までちょうど1ヶ月前のこの日、過去最大級となる反対デモが行われた。あと1ヶ月だ、火はもうついたんだ、バーンとこれが打ち上がって、東京中にさ、コロナをまき散らかして、みんなでおだぶつになるんだ。他们是反对奥运会的团队嘛？他们是反对奥运会的团队。反対としていませんよね。あなたたちのデモにウイルスが、メディアというウイルスが伝染して、そしてオリンピック反対という世論が作られるんですね。それを今集まっている若さんがあなたたちのやっている行動なんですよ。オリンピックいらない、当時の世論調査では約6割の人がオリンピックに反対。その多くは感染者が日に日に増え、ワクチン接種率も約2割という中で、世界から多くの人が来日することを懸念していた。こんな人がいっぱい集まって怖くないですか？それは怖いです。怖いけど、でも意思表示をするのとバランスを考えてやっぱ来ました。そこは覚悟を決めてね。ねえ、レジ前にアクリル板立てて感染対策、個人商店とか頑張ってるのに、じゃあ感染対策支援とかしてますか？ちゃんとした形でしてないでしょ。ほんでオリンピック金使います、ねえ、お祭り騒ぎします、ねえ。後戻りできない歌よく歌ってます。どういう歌？後戻りできない、後戻りできない、後戻りでき、後戻りでき、後戻りできない。あと、この現状、こうな、日本がね、こういうふうになっちゃって、世界がこうなっちゃっ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が、もう後戻りできない。そういう意味です。そうです。多くの日本人がオリンピックに反対する中、選手たちはどんな思いで過ごしているのか。私たちは今回 SNS で取材対象者を募集。応募者の中に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に出場する選手がいた。あ、今天因为阿神的孩子，对，进去是什么？第三名啊，第三名，那挺厉害的，对啊，好厉害。1986年生まれ、中国黒竜江省出身のフォンティエン・ウェイ。かつて中国代表チームに所属した彼女は、2007年にシンガポール国籍を取得。その後、北京オリンピック団体戦で銀メダル、ロンドンオリンピック個人戦で銅メダルを獲得し、シンガポールを代表するアスリートの一人になった。ハロー、洪天威吗？哎，你好，你好，我是主内亮。你好，你好，你好。看过你三人。对，恭喜。是吗？啊，谢谢，谢谢。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お名前は何ですか？洪天威です。哦，喋れるじゃん。还挺特别的这次。对，因为推迟了一年嘛，这个怎么调整心态？新加坡那会儿是采取的那个阻断措施嘛，也是不让出门，就等于三个多月没训练。哦，开始几天还挺好，挺高兴的，对吧？但后来就比较焦虑嘛，因为也不能训练。但很多国家
大家都可以练啊，那每天其实也挺痛苦的啊。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準備のため半年前から日本に住むフォンテンウェイ、彼女に反対者が多い現状をどう見るかと聞くと、オリンピック選手としては開催を希望するが一方で感染も怖い、矛盾した思いだと答えた。こんにちは。何これ、五輪の夢叶います。あ、夢想成真。成真。对对，夢想成真。実はこの男性、日本で有名な卓球のサーブのコーチだ。何を教えるんですか今日は。サーブです。あ、もうサーブだけ。サーブだけ。サーブを教えるのを専門にやられてる。まあ、一応それで呼ばれたんで。あ、今日は、はい、でサーブだけで。へえ。他说你光拿手在打，你要稍微再动点。对。对，他说你完全看不出来，去，完全看不出来。この日はスーパースローモーション撮影カメラも用意した。对。我的太慢了。对对对对，太慢了。我是这样，所以吗？你看。我这个太大了，他不是说在身体前，然后他就完了。你看我那个，我那一直还在这儿呢。是这个，所以因为乒乓球发展也是比较快的，所以你要是不更新，那你就落后了。像我们那个年代，技术已经很落后了，跟现在的人比，那我们只能不断的去更新自己，更新技术，才能跟现在的人去抗衡。先填一个接种疫苗的表。これは新型コロナワクチン接種の予診書。オリンピックまで1ヶ月を切ったが、彼女にはまだワクチン接種券が届いていない。はい。フォンティエンウェイは友人のつてをたどり、ようやく余ったワクチンを打ってもらえる病院を見つけた。はい、こんにちは。前回は大丈夫だった。あ、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はい。熱も。はい。OK。好了。また十五分サットでください。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は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早っ。はい。結束。皆さん、皆さん。はい。好。オリンピック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ね。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応援してます。みんなで見るんですか。いや、それは別々で。家で、お家で見ます。ここテレビないので。大阪の民泊施設に泊まる彼女、私たちも同じ場所で部屋を借りた。秦静、我们的房间跟你一样的。哇，你比我干净。是吗？我的房间太乱了。就特意打扫了。给你们带来一点水。啊，谢谢谢谢谢谢。彼女は私が持つあるものに興味を持った。でも一副骄傲やん。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羡慕吧？羡慕。能不能给我办一个？好羡慕。那您就是你是就是中国出生嘛？然后，你改国籍的时候会有人吗？也有，也有。嗯，当时我记得我们可能。莫斯科赢了中国队的时候吧，然后也有中国说啊，把中国队赢了。其实那个时候还好吧，因为网络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所以大家也许在家里偷着骂我，我也不知道。对，在网上还好吧，那个时候是没有。如果现在的话，对现在的话，可能会。所以你当时就是改国籍的时候，就为了。参加奥运会，改国籍，对，是吧？我从小在中国出生，然后我也进过中国的国家队。我觉得那么多人当中，只有三个人能参加奥运会，简直是不可思议。所以你对这个奥运的那个分量就一直在你的那个印象当中，你会觉得这个分量就特别特别重，觉得奥运会是可能是人生最大的梦想。
所以那个时候觉得如果能参加奥运会，那让我放弃什么我都可以接受。フォンテンウェイは感染リスクを避けるため、この数ヶ月間、部屋と練習場のみを行き来している。ハロー。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已经到菜了是吧？刚刚好。啊，来到了。你来的特别准时。特别是，你坐哪里？谢谢。谢谢，辛苦，谢谢，辛苦，谢谢，辛苦，辛苦。所以你们基本上没有在外边吃饭是吧？就点些外卖。外卖。在房间吃。很艰苦的。嗯，很麻烦。天天外卖，天天吃外卖。三个月。我吃了五个月的面。哎，是天天吃面，五个月。这个对身体不好、啊。这个一般人真做不到。特别四月份的时候，也许会取消这个奥运会，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觉得怎么样？其实，作为我来讲的话，我不希望奥运会取消。因为对运动员来讲，奥运会四年一次，你要取消的话，这一届中间要隔八年，像有的人他就错过那个时间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对对对，你像他这种，到这个年纪了还想再拼届奥运会，就奥运会取消了，就他那实际上就是一种，对，就是所有的付出都完全就付之东流了。就像我下午跟你说的，可能随时都做好了得新冠的准备。听说你不参加那个开幕式、啊、不参加了。是吗？就怕感染吗？有点怕。要不你去。我去吧，我替你去吧。你想我想去啊。当然想，大家都想去吧。我都想去。对。ここで万が一感染したら病気になるだけでなく5年間の努力も水の泡になる。細心の注意を払い、消毒液から飲み物まで全て自分で準備している。就没有人帮忙帮你做这个吗？没有。你自己做？自己做，就每天都是自己做。但你毕竟新加坡最厉害的乒乓球选手，为什么自己做？国内有很强的一个后勤保障团。对对的，我们没有，就我一个人加上教练做所有的事情。他什么都一个人做。伊藤拧的全下去了。对啊，伊藤全。他这个是上去，这个是下去。他全这，伊藤全这么拧。让他先拧。今日の練習相手は日本人。友人のつてで紹介してもらった。日本人選手を仮想相手とした特訓をするためだ。こちらのウージンピンコーチはワンハオ、マリンなど5人の世界チャンピオンを育てた、通称金メダルコーチ。其实他现在他这个年纪了，自己打奥运会真是很不容易的。对呀，现在多大？三十四了吧？三十五了吧？应该今年35了。这个还在打球的运动员当中，所以两面反教的运动员就只他一个，就是年纪大的，上了30以上的。ウコーチ曰く。34歳を過ぎた今もフォンテンウェイは進化し続けているという。那你毕竟参加过已经三次了，这次的奥运会对你来讲的话，什么样的奥运会？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奥运会了吧，可能是现在第四次。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能够真正去享受这次比赛了，但是还是会紧张。可能真的做不到完全去享受。我的目标是第一场先不要输，这是我的目标。我特别害怕，我特别害怕准备了五年第一场上去就输了。虽然我你说的紧张，但是我不知道就什么样的紧张。什么样的？对，它就像一个，因为奥运会你觉得一直心里有一个这个事儿，然后他就随时随地的会有像一个什么跟着你，一个影子跟着你。你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玩手机看得很开心，你突然想起奥运会，你就觉得哦。然后你有的时候睡觉，你突然就像昨天晚上我还梦到奥运会在比赛，
啊，你就觉得一直有一个东西在跟着我，就这种感觉。可能这个奥运会结束之后，这个影子可能就会没有，但是它没有结束的一天，你就会有一个影子，就奥运的影子在跟着你。奥运的影子。世界中の強者が最高のライバルとともに日本で集結。この日、東京オリンピック開催を記念する日本伝統舞踊よさこいのイベントが開かれ、外国人記者が招かれた。Please enjoy this live broadcast from Hokkaido. It's よさこい平岸天神。平岸天神、前へ踏み出せ。コロナ禍のため、多くの踊り手が東京に集まることができず、ネット中継で参加した。卡了，声音卡了。同日夜、ホンティエウェイが静岡県に行き、シンガポール代表と合流した矢先に、ある事件が知らされた。出事了。怎么了？出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出事了，出事了。那个ホンティエウェイ那边有一个不好的消息了，一个新闻。Okay. 我们去不了那个静冈县了。啊？为啥？真的，哎呀，没想到，真的是。你不知道，你没看那个雅虎吗？新加坡乒乓球代表采访他们的报道，关系者新冠病毒阳性。我靠！嗯，你多心呢。Hello。Hello，Hello。我们现在担心你啊。因为听说最近什么，对吧？一个记者感染了。接受他的采访的人是你吗？是我。所以你跟他的距离很近是吧？他是一个摄像，拿着那个摄像机的。哦。我跟他大概两到三米的距离。新加坡的新闻也报了，是吗？这个新闻还蛮大的。嗯，但是没有报运动员的名字，但是那个人就是我。尴尬了啊。我们检测了，然后都是阴性的，都没问题。哦，是吗 ？OK， 那反正你看起来体验也挺好的，我就放心了啊。嗯，我状态还不错，主要。做了一个跟你很像的发型。这的确很像啊。你是自然卷吗？我是自然卷的。我以为你是烫的呢，然后我是烫的。有点烫糊了的感觉。嗯，没事没事，放心。嗯，好，再联系啊。好，再联系，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所以我们采访洪天威是到此为止吗？不能，肯定不能再见他了。起码比赛结束之前的话，啊，聊不了，没办法了，这个也是这次奥运的现实嘛。7月8日、皮肉にも。開幕が近づくにつれて感染者が急増し始めた。この日東京の感染者は約900人。3日前と比べ3倍近く増えた。你要去那个记者会吗？七点的。七点记者会，因为我在演播室做同传和直播，所以我去。ここはフェニックステレビの東京支社。突然の感染者急増に社内は緊迫感に包まれていた。
我想知道同城又有传奇同城。有关东京疫情以及再度宣布紧急事态宣言对东京奥运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日本记者李淼。好的，福江，刚刚呢菅义伟已经召开记者会，在东京时间也就是十分钟之前呢他举行记者会，然后也是再次宣布东京呢是第四次进入紧急事态。第一就是观众到底怎么办，明天呢日本会和国际奥委会和他们举行五方会谈，然后具体确定到底这个奥运的各个赛场包括开幕式的观众到底是有观众还是没有观众，特别是本周周六呢，中国第一批队员将会抵达日本，我们会继续跟进报道。福江。然后专家说，可能再过两周就会增加到1500人，再过四周，一天可能会1500人左右。所以东京奥运真的是很让人担心。对呀、啊。その後。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は無観客にすると発表。緊急事態宣言では東京の全飲食店に対しお酒の販売中止と夜8時以降の営業中止を呼びかけた。7月9日、私は中国からやってきた聖火ランナーと出会った。彼は浅草のホテルで2週間の隔離を終え、この日外に出てきた。哈喽，你是那个网球手吗？对，你好，咱们一起今天一起跑步吧。好，跑一下。我看你这个穿的比我还像更专业一点。是的，我喜欢跑步啊，我每天跑步。慢一些。彼は廖宇靖、職業は作家。おそらく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で唯一の中国からやってきた聖火ランナーだ。もともとは福島県で走る予定だったが、コロナの影響で場所が変更し、東京で走ることになった。其实还是有点失落，但是觉得。对啊，昨天发布了那个紧急事态嘛，而且无观众。我是在2019年12月份，他第一次接到奥运的通知，当选火炬手。那个时候我很胖，我140多斤的时候，啊，就为了跑步，就为了传递生活。瘦到最瘦是瘦了115斤。哦，哎，这个开采访，因为我们就紧急事态宣言了嘛，所以我们要保持距离，尴尬吗？讲话好尴尬，尴尬吗？隔空对话。那其实日本民众也，70%-80%的人还是反对奥运会，比如说这个是赞助商朝日啤酒。这是啤酒的公司，这是啤酒的一个杯子，哇，这个形状。那个呢？那个黄色的呢？那个不是大便，不是大便。就那个啤酒的公司被骂，因为他们因为就是用了奥运会赚钱啊之类啊，广告啊之类的。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这个，因为实际上我这次来有很多朋友问我，他你为什么要去啊？他说。为什么要去？他说这么危险，还有很多原因。说小一点就是为自己吧，完成一个目标；说大点，还是挺想带着把一个国家、一个青年，向上的这样的形象给展现出来。東京にあるオリンピック博物館、ここに彼の人生に深く関わるものが展示されている。所有奥运会的海报。北京我没暂时没看到在哪儿呢。这儿。哦。同一个梦想。怀念吗？好熟悉啊。但是想过13年了，太快了。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过去。ずらりと並ぶ歴代オリンピックの聖火トーチ。私がレオさんに見せたかったものがここにある。哪一个？这个。哦，这个。你拿过的。拿过的。那个时候你跑哪里啊？我是在中国青海省格尔木市。格尔木。对对，高原城市。哇，高原城市。哦。产地的火炬。哦。2008年，若干21歳で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の聖火ランナーを務めたレオさん。彼が選ばれた理由は同年に起きた。四川大地震と関係があった。時を遡ること3週間。
四川省绵阳市。四川省出身のレオさんはボランティアとして現場作業に参加。その模様を偶然メディアに撮られたのがきっかけで一躍有名となり、聖火ランナーに選ばれた。这个遗址你来过多少次？一共？基本上每年至少会来两次以上。就是你在出发去日本之前，一定想来这里，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开始的地方，无论是我的人生，还是说这次奥运之旅，其实都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我才会走到今天。2011年の東日本大震災をきっかけに、廖さんは福島の災害被害者と交流。長年にわたる日中交流への貢献が認められ、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聖火ランナーに選ばれた。もともと福島で走る予定だったレオさん、その後コロナの影響で走る場所が東京に変更となり、この部屋で2週間の隔離生活を送ることになった。习惯了在中国，然后在这边每天因为特殊劳务省会给我打视频电话查岗，我就说查岗，看你在不在房间里面。对他不仅要看你的背景，哎，我让你看一下我的床，证明我哪儿没去。但是跟中国比的话，还是这个隔离政策有点不彻底吧？是的，是的。因为你也可以出门，对吧？其实没有人管。他要求火炬手，每天都自测自己的身体状况。そんな廖さんのもとに2日前、突然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から一通のメールが届いた。前天晚上，才收到的这个邮件，是奥组委对我们这个在东京都传递的火炬手的突然的临时电话，取消公路传递，是吧？他们写了好长好长，很长很长，而且越看越不明白，越看越茫然这种的。其实两三行就过了，对吧？对，因为疫情，所以在公路上不能传递了，取消了就没了，对吧？那他们写了好长好长，非常的日本。7月12日、東京在住の聖火ランナーが集まり、室内で聖火リレーのイベントが行われることになった。媒体也特别多。空いてるところをご自由にお座りください。わ、我进来了。开始了。聖火を渡す人と受け取る人は一緒にポーズを決める。レオさんが舞台へ。まずは聖火を受け取る儀式。レオさんは一体どんなポーズをするのか。聖火を次の人に渡して終了。レオさんは一歩も走ることなく、あっけなく終わってしまった。3、2、1、レオユイチーン。え？会場の外では、日本在住の友人たちがレオさんの応援に駆けつけていた。所以你觉得为了这一天从成都特意跑过来，然后隔离两个星期，
然后回去再隔离3个星期，你觉得值得吗？其实有想过不值，但是我觉得当真的就是那一瞬间，幸福点那一瞬间，我觉得好像无论是作为你个人的很多烦恼，还是作为其他的一些烦恼，很多的烦恼，我觉得都在那一瞬间都消失了。哦，就觉得只有兴奋和激动，开心，什么都没多想。别摔了，别摔了你哦。对，重吗？重吗？正好，正好。その後、中国メディアの取材を受けたレオさんは次のように語った。工作结束了啊，现在8:22，所以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哪吃饭？因为日本已经开始紧急事态宣言了，所以就是餐厅8点之后不能开门，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以前都是开门的，2楼、3楼、4楼、5楼、6楼都关门了，只有便利店，但我不想吃。我们现在每天每天吃好多好多便利店。那家店开着呢，居酒屋，那真的很人很多。緊急事態宣言に従い、酒を提供せず、8時に閉まる店は倒産の危機に陥る。一方で、黙って倒産するぐらいなら宣言には従わないと決めた店は。现在你看旁边的拉面店都有排队，非常有矛盾的一个现象，完全不公平。我也觉得很不公平。里面真的很难。太多梦。哎，来了。终于拿到我们吃的东西了，鳗鱼饭。7月19日，开幕まで残り4日。この頃、成田空港が中国のネットで話題になっていた。きっかけはこの前日、日本のインフルエンサーが中国の選手に近づき問題になったことだった。感觉太乱了，没有，真的没有人就管不了，因为媒体太多了，主要是管理员太少了，只有1、2、3、4、5、7个人，一共只有7个人。哎，好像又来了，哦，这下好像来了，女排，女排来了，女排来了，欢迎来日本，欢迎来日本，欢迎来日本，哇，好好高啊，个子，特别高，嗯。准备好了吗？我们一定准备好了，都5年了。好，谢谢。郎导，今天是郎导，郎导，感谢向你们好。欢迎，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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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日もまた問題が起きた。ヤオミン率いるバスケ代表団が足止めを食らったのだ。太累了。規定により。代表団は事前のアポイントなしでインタビューを受けてはならず、ひたすら気まずい時間が流れた。同日、別の場所でも問題が起きた。本店運営の風光地から突然 SOS メールが入った。私は空港で撮影していたため、急遽別のカメラマンに行ってもらった。Hello， 何教练。梁好。哎呀，赶过来，赶过来。你好，辛苦辛苦。没事。3个多小时，等了3个多小时吧。等了3个多小时，对，太久了吧。然后就一直，但是也没有回复，不知道是不是临时有新的规定，可能是临时性的，因为正常应该是国际乒联是同意进去的。嗯。然后可能他们说奥组委是规定不让进去。哦，了解。然后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还挺着急的。要不你再去跟那些志愿者沟通看看。他们，我跟他们沟通很难，因为今天遇到好多志愿者，然后都不会讲英文。是吗？
对，基本上都是讲日本。試合を目前に控えたこの日、風コーチは一刻も早くフォンティエンウェイの元へ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かし、Because I don't know why my car is not working. 怎样怎样怎样，又不能进去了。不行啊，现在还是不行。はい、今の問題は何でしょうね。今のやっぱこのこちらのここは TTE 要はテーブルテニスの、はい、コーチの方々の動線には実はなっていなくて、はい、はい、申し訳ないんですけど。あ、てか、はい、まあコーチの専用ルートはそっちの方、そっち側、裏側の方です、ね。西通りの方です、ね。ああ、わ、はい、かり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行我懂了。我也懂了。对他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证件在这个口子不能进，对，教练要从另外口进。你看，今天我早上等了3个小时，然后他们都没有人给我个明确的答复，还需要有会讲日文的人，他马上就会感觉就不一样了。我都气死了，然后等了3个小时，然后就这么多志愿者，然后没有个人能够过来说，他说啊，你需要去另外 gate。当時、私も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の対応に不満があった。オリンピック関係者の取材を申請すると、毎回何日も待たされた挙句、他の人に聞いてくださいと返事が来て、ひたすらたらい回しにされるからだ。7月22日、開幕式前日、オリンピック委員会が私にインタビュー取材を申し込んできたので、私はこの機会を逃さず、逆に彼らに話を聞くことにした。我第一次进来了，奥组委的内部，这个很厉害吧？你看人很少，所以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媒体申请采访的时候。对接的人是你们是吧？不是，是专门有对接媒体的部门啊。嗯，所以回那个回复的慢的是不是你们？对，我们不做这种回复慢的事。啊，这样。不好意思，迟到了，我是特别想介绍的我的同事。Hello。没有他，没有我们微博。您中国人吗？不是中国人，是韩国人。韩国？你的中文超厉害。超厉害，没有，我最近退步的很厉害。四国语言超厉害。四国语言。会讲英语、日语、韩语、中文。没。日本語はどれぐらいできるんですか？日本語はまだ勉強中なんですけど。いやだ。いつもまだ勉強中。すげえ。你会拍吗？我会，他自导自演。会拍，会导演。嗯。能不能来合计吗？可以。那再加微信吧，一会儿。好。导演跟我聊了半天都没说加微信，然后就没说那个来接梦吗？我那个。彼女たちは海外 SNS 担当で、オリンピック関連情報を各国の SNS で流す。那您来到东京之后，亲身感受到的这个东京奥运会和您来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吗？很乱。很乱。OK。奥组委的回复特别的慢，我们申请了各种各样的采访的申请，本人同意了，但是奥组委我们的所有的申请都没有批下来，就是没有回复。我们想拍摄的内容都是正能量的，但是正能量的内容也不让我们拍。这样的话，大家就一般的人看到的奥运会都是负面的，所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让我们拍，就像我们做坏事的感觉。啊，不好意思，我非常的直接的人。刚才拍了10分钟的，用了30秒，只有在开头，自我介绍结束。只有自我介绍。我现在一直思考，这个奥运会的意义在哪？我也还没找到一个答案。对，我想到了说您在探求这个意义啊，就是我自己觉得是一种。日语讲究词呢咖喱吧，就像比如说我们这些 staff 在一起，我们很难得，如果不是这次机会，也许我们这一辈子他在大西洋的那一头，对吧，南半球我们北半球也许永远不会在一起工作，对，所以这次相遇我们还是很珍惜的，所以我觉得这次是真的可以让我们就重新想一下，就是奥运的意义是什么。然后这个奥运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通过运动还有选手去克服自己的限制。那就在这个意义上是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对，这次奥运的意义就是让大家考虑奥运的意义是什么。你现在属于东京的奥组委是吧？是的，是的，对。
那你觉得不足的地方在哪？不足的就是它是一个日本的资本，就是所有越大的日本的这种组织，它的灵活性是差的。嗯，我有的时候觉得疫情是救了他们，因为他们可以拿疫情当借口，啊、就说因为有疫情我做不了。啊，对对对对。7月23日。ブルーインパルスの飛行とともについにオリンピック開幕当日を迎えた。彼女たちは在日中国人ボランティア。今回多くの中国人が陰でオリンピックを支えている。来了大哥。私はこの日開幕式のボランティアに話を聞くことにした。辛苦辛苦，怎么样？今天终于开幕式了。对，就到了今天才感觉到这个气氛嘛。是吗？就是我前天去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多的志愿者是不好意思把衣服穿出来的。他们是到了场地里边现换的衣服。为什么？可能是担心一些反奥运的人啊被骂什么的。对。但是今天看到了那个布鲁因帕鲁斯，感觉。红帮起大，起大呢？对，我也比较兴奋。对，所以就是今天大街上基本上哪儿都能看见志愿者的衣服了。哦，这是我非常就是也说不上骂啊，我理解那什么的，我比较大嘛。啊，然后东京奥组委只准备最大的号是5XL，合到中国尺码可能也就是3XL。我当时问过那个奥组委的，发过消息，我说如果衣服我穿不下的话怎么办？啊。奥组委的人告诉我，你可以把衣服从中间抛开，然后当一件马褂穿过来。真的抛开？我是自己花了8000日元，用2件衣服给它汇成了1件衣服，您明白吗？是吗？真的？就是从中间抛开啊，然后用另一件衣服剪下来的地儿重新又缝上了。因为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会，对对对，你不能以日本的尺码表来。决定这场比赛所有人的那个服装，我去场内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很多，就是欧洲国家的朋友，他们身高比我要高，比我要壮，但是他们穿的这个衣服真的是太小了，看的，就是运动真的是不方便。我想大家的想法可能都一样吧，虽然说私底下都会在骂，各种不满，但是大家还都是脑子里边还都是想着一个对。对，不管怎么样还是想参与。您可以拿着看，往后几边都是。これは前日に開幕式会場で撮影された映像。私は面白いものを見つけた。这是トイレ。厕所。对，補助犬トイレ。就专门给他准备的。对。他在这儿。对，狗尿尿。对。大便。然后大家就可以冲，我想可能就是简单的。有可以冲的地方。扔到这儿。对。こちらは食堂。大量に積まれた弁当を見て、オリンピック期間中、全会場で13万食以上の弁当が廃棄され、廃棄率が5割近くに上っ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を思い出した。一方、ボランティアの人々は優しく丁寧で、外国人選手から好評だっ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も多く耳にした。開幕式が始まった。その会場の前では反対派の人々が集まり抗議をしていた。うわ、好多人在看。開会式は今すぐやめろ！開会式は今すぐやめろ！私は医療労働者です。介護施設で働いてます。今。高齢者が入院したくても入院できないんですよ。コロナの感染者が蔓延して通常の医療だってできない。医療介護福祉労働者は密になるところには行くなと言われてここに来るのだって命がけなんですよ。私たちメディアはこうした絵になる激しい抗議活動をつい撮ってしまう。しかし一歩引いてみると
別の姿が見えてきた。这么多人来看，他们是只是看而已吧。好多人看，所以其实啊，他们都是支持的人，然后反对的人是一部分，但是跟网络上一样，反对的人的声音比较大，支持的人不发声，就跟网络一样的。哇！哇，好多人！你看，好多人。この東京でオリンピック見れるのは、自国で見れるのは、多分もうこの先しばらくないと思ったので、やっぱ生で見たいなと思ってきました。なるほど。そうですね。自分もやっぱ地元東京に住んでて、オリンピック無観客で見れなくなっちゃったのはちょっと残念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近くに行って雰囲気だけでも味わえればいいなと思って。はい、来ました。今日は観戦して人も多いので、ちょっと感染怖くないんですか？自分はもう予防接種をワクチンを打ったので、ある程度安心してます。来た。卡了！为什么卡了？你故意的？没有故意的。我们救的。非常的尴尬。China， 来，怎么样？感觉？感觉很好，还是很激动的。是吧？激动了吧？等抖音更新。就那儿了，就那儿。对，离我们很近。就是不能进去。对，虽然什么都看不了，你什么都听不清。我们感受得到。对吧？感受，参与是最重要的吧？对。是吧？是的。就算看不到。是的，是无人机。是吗？是无人机。我觉得应该是。哇，这是。たとえ中に入れなくても参加したいという人がこんなにい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オリンピック史上初無観客の開幕式、私は今回オリンピック選手と観客をつなぐ唯一の存在、メディアの人々を取材したいと考えた。哇，好大呀！这个是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媒体中心。然后呢，我也有这个证。IBC 是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Center， 是吧？它也是媒体。对，所以现在这全世界的采访奥运会的媒体都住在这里。OK， 那我们去看一下。嗯，这个设备比我们大，到处拍摄，他们也拍。海外から来たメディアは原則最初の14日間はホテル、メディアセンター、試合会場を専用バスで行き来するのみで街に出ることはできない。媒体都住了别的地方，所以你只能在这儿。哇，すげえ。なんじゃこれ。好壮观啊。全世界的记者都住在这里。对。哇哦。哇，好壮观啊。哇，他现在在解说吗？ Le pisa a Pedri en el arranque de la jugada y cuando termina el que se lleva prácticamente yo te diría que un codazo。面白い。好有趣。メディアセンターに特別な許可を得た人しか入れない場所がある。这里是 OBS 的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演播室，所有比赛的视频。都住在这儿。然后这个好壮观啊，好多人。スタッフが人海戦術で試合内容を細かく記録し、クラウド上にアップ。世界中のテレビ局がその情報を共有し、編集などに生かす。他们一边看比赛一边记录，几分钟几秒，就是进球了，好球了。他是手写的，右边的人。没想到这那么人工。メディアセンターにはもう一つ特別な許可が必要な場所がある。オリンピック選手へのインタビューなどをする部屋だ。あ、来了。你好、你好、你好。あ、你好じゃね。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こんにちは。彼はスケートボードの金メダリスト堀米雄斗選手。感染リスクを抑えるためインタビューはすべて
指定された部屋でのみ行われる。スケボーは今回初めてオリンピック種目に選ばれた競技で、彼は今世界的に注目を浴びている。おお、初めて見た。俺人生で初めて見た金メダル。重いんですか？重いです結構、はい、裏側は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裏側がこんな感じで。ああ、こっちが東京なんだ。はい。で、まあ、散々聞かれて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らった時どんな気分でしたか？はい、いやもう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かったですね自分でも、うん、なんか本当夢のなんか夢の中にいるのかなみたいな、うん、そんな感じでした。うん、だからまあ今でも本当なんか夜がちゃんと寝れないぐらい結構びっくりしたんです。はい、そうなんだ。まだ興奮冷めやらぬ状態なんですね。そうですね。はい、うん、やっぱコロナで1年間延期してしまった。1年間調整はやっぱ難しかったよ。まあ、でも1年延期になったことで僕はすごいポジティブに捉えてて、逆に、あ、そうなんですか。はい、1年延期になったことで練習する時間も増えたし、自分のやりたいこともできたので、自分の中ではすごいうまく使えたと思ってます。うん、どうな。写真撮ってもいいですか一緒に。まあ、はい、離れ、こうやって離れる。限られた時間の中、お互いの顔が見えずアクリル板越しに話す。もちろんコロナ対策は最重要だが、このような状況では選手とメディアの関係づくりは非常に難しいと感じた。私はメディアセンターで一人のスポーツ記者と知り合った。彼女は今回を含め4度のオリンピック取材を経験している。日本の菜吃得惯吗？我到哪儿都比较习惯。是吗？对，因为做记者。那你觉得这次的东京奥运会觉得怎么？跟其他三个比的话，记者在等车，结果因为记者的人数太多，居然车不够了。就是去 MPC 啊，或者去哪儿的车，居然数量突然就不够了，然后又临时调啊，又怎么怎么样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哪个主办方都会遇到，就是那你像在里约的话，也会有这样的情况。这个视角我没有，因为我第一次采访奥运会。嗯。但是在里约呢，南美人的性格就是也是比较慢的，就是你也会遇到说效率特别低，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拖拖拉拉呀什么的，所以这个正常，都正常。所以中国的效率算已经非常快的了。但我这次作为一个日本人，真的很希望，因为日本人比较讲究细节嘛，但是这次完全没有讲究细节，很乱。这种细节就根本没有那种。你是爱之深则之切，知道这句话吗？就是你爱这些人越深，所以你才容易去批评他们。责吗？责备的意思吗？所以说句实话，就是我的采访经历，这么多大赛的经历，就告诉我，你要在 negative 里边寻找 positive， 你永远都要这样。这样才能让你工作心情保持愉快。这种非常有道理。对。その後、私はネガティブの中のポジティブな物語を探し、ある人物と出会った。三、二、一、开始。欢迎来到2019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的现场。Let's meet the team from Italy. Number 10。十号 Cristina Kilikela， Number 4四号杨涵玉。彼は李和林。今回オリンピックバレーボールの MC を務める日本在住の中国人だ。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意大利队和中国队。すごい。这是入场。すごい。就鸡皮疙瘩了。没有主持的话，的确没有那种没有氛围。对。この日、女子バレーの試合を目前に控えた何林は、世界各国の代表選手のデータを整理していた。这个是2019年女排世界杯的录像。所以现这次的话，一共有24个国家。24个，对。都要记住吗？就是至少要做笔记，至少就是要把笔记做好。哦，对，就是这个。对，这是我的笔记。哦，这是名字。名字，它的发音，然后它的就是一些技术上的特点。哦。像现在如果没有
观众的话也不会出现那种所谓什么不需要你们之类的。不会，因为肯定还是需要的，因为就是越是其实怎么说呢，越是没有观众，其实可能我们的这边的工作的就是对重要更重要了，对更要做追粉，一个人要做追粉，对对对，因为就是我们要代替观众给运动员加油助威，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对，下次我看排球的时候，我好好听你的声音，谢谢。中国队的时候，对，但是不能喊那个他们的中国人的名字是吧？这次你说这次奥运会吗？这次奥运会可以喊，可以喊，是吗？对，这是英语吗？对于中国人的名字，其实我是跟他们争取过了，用中文来说中国队的名字啊，可以用中文，对对对，可以，作为中国人嘛，对对对，作为中国人，所以我就想发挥这个优势。哦，你的压力真的很大。压力是很大，因为奥运会是太靠你了。也不会了，中国女排已经很棒了。中国女排有我没有我，其实他们都会赢下，我相信他们能够赢下这次奥运金牌。但我希望能够，他们也听到自己的中文的名字的话，肯定会有那种，对吧？希望可以，对吧？希望可以，对。その後、何林の仕事が始まった。しかし、彼は中国代表チームの試合の MC を務めることはなく、1週間が過ぎた。今天中国女排和意大利女排终于打比赛了，就是今天唯一一个他给那个中国女排主区的一个比赛，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我想问，最近几天一直在那个有话题的，就是中国女排的 BGM 什么放卡路里啊，什么什么小苹果各种各样的音乐，最近几天一直在上热搜，这女排的比赛的时候放各种各样的中国有名的歌。普段は金融関係の会社で働く何林。オリンピック期間中は休みを取って MC の仕事に集中している。こんにちは。Hello。怎么样？这是第一次在奥运会工作的感觉。在奥运会工作，很紧张吧？就是还是蛮紧张的，也很激动。这次的比赛之前呢，虽然我不做 DJ， 但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奥地利的这个 DJ 他又主动问我，说有没有适合中国的比赛用的这个音乐，可以给他一个列表。啊，所以原来是你选的。所以我就给他整理了一部分，就是我以前用的，还有最近比较火的一些音乐。啊，是吗？对，然后还有中国女排，我也问了中国女排队员，他们比较喜欢什么音乐，然后我就把这个加给他。啊，是吗？原来是你选的，而且你问他们了。对，我问他们了，之前比赛都没有给我排我自己做 MC 中国队的班，除了今天的比赛。子供の頃からバレーボールが大好きだった何林。当時一番の憧れは監督を務めていた蘭平。だからこそ蘭平率いる中国代表チームの MC ができるこの日を何よりも楽しみにしていた。しかし。この時点で中国代表は3戦3敗し、決勝トーナメントへの出場権を失っていた。唉，就是没有想到会这次会是这种成绩吧。但是怎么说呢，不管怎么样吧，我还是一如既往的还会支持他们。很难过是吧？这几天。对，这一周我很难熬。但是本来我跟 DJ 也商量好了，就是我也给了 DJ， 今天我也给他们很多新的歌曲给DJ， 然后对今天可能到时候也会听到什么歌曲，给我透露秘密，比如说我给他们歌唱祖国。什么歌唱祖国？中国人都知道的，是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那如果完全是你来做的话，还是需要公平的做。对，是要公平，确实要保证公平，我不可能只为中国的加油。 对，我不可能只为中国的加油。你一直在叹气，没有，今天一直在叹气，就没想到，对，没想到，今天因为比赛，就是比赛还没打就已经结束了，这个感觉是很不好的，这个是。不管怎么样吧，反正发挥到最好就可以。我也是一样，中国的也是一样，希望中国女排加油。OK， 加油，加油，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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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拜拜，谢谢，加油，我们回家看一下。中国女排的比赛，中国女排加油！回家。何林にとって、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で最初で最後となる
中国代表チームの試合の MC が始まろうとしていた。夜、知人のスポーツ記者と一緒に試合を観戦。是他选的背景音乐。这个。对。他说现在在热身的时候会放这个音乐。霍元甲。对对对对对，那个周杰伦。对对，就今天他说了。对。哦，就是这个背景音乐。对，霍元甲。啊，他放的。And now, let's meet the starting lineups for tonight's match. First, the starters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umber one, Yuan Xinye. 对，中文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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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是的，用中文这个第一回，他争取了可以喊中文的名字。原来是不可以的，原来是不能的。大家肯定知道了，这是中国人，中国人选的。是啊，我估计网上肯定要讨论。对，网上肯定现在讨论。对，肯定的。好球！中国は三対ゼロでイタリアに勝利した。打电话。打电话，打电话，赶紧。可能他们是不是还有东西要宣布？哎，何林。恭喜！很棒！恭喜中国女排获得了胜利。最后，刚才郑少林过来跟我说，刚才跟我说说你的歌选的绝了。刚才郑少林过来跟我打招呼。我们非常强烈的感受到了你的存在。对。谢谢谢谢。相当有意思。等一下，我跟郎导打招呼。我跟郎指导您好，我是今天的播音员。这次其实只给我排了一场中国队比赛的班。嗯。我也希望以后还能有机会。好，谢谢。那我能跟您再，我跟您合一张影。好。合影这个怎么办？现在用手机呢。往这边。我刚跟郎导合了个影。哇，很棒。很棒，很棒，真的很棒。在我前面，是他们吗？对，是他，是他。对对对，是。哦，他很兴奋的样子。对，我感觉你好激动啊！好激动的样子。今天非常的激动，然后也是我也实现了和主内导演在刚才在场馆门口实现了我的目标，所以我觉得这次奥运会我做的没有遗憾。很棒，特别棒，很棒，谢谢，辛苦，我们再见啊！好的，我们再见，好的，拜拜拜拜。哎呀。没想到主线这么重要啊！真的，带气氛。我也是第一次这样。气氛，你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吗？对，主线原来是这么重要。对，真的。8月2日、中国代表の最終試合、蘭平監督にとって現役最後となる試合。这场比赛是中国队和阿根廷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五分多钟。现在场上放的是。李盈莹最喜欢的《阳光彩虹小白马》。再放这首歌是我们来自奥地利的 DJ Starry。この日の MC は何林ではなかったが、彼は責任者にある提案をし、それが許可された。Let's meet the teams. First, the starting lineup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Number one, Yuan Xinye, and the head coach of Zhonghua Dui.蘭平。さらに何林は蘭平監督のためあるサプライズを用意していた。
the translation that Lam Ping will say farewell to the volleyball career. I think it's still very good.8月6日、横浜中華街。本店ウェイが試合を終え、オリンピック村から外に出てきた。個人の成績はベスト16。団体は準々決勝で中国代表に負けてベスト8だった。いただきます。我觉得今天太自由了，从来没有脱下过口罩在大马路上。是吗？第一次，就今天的他的第一次，是吧？第一次在马路上吃冰激凌。所以你来的时候一直没有在马路上吃过东西，怎么办？喝水也没有，没有。太自由了，太自由了，太美好了。原来正常人的生活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正常人的生活？我吃了3个月的外卖，确实在饭店吃饭的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吗？不一样。生活、嗯、今天咱们聊的时候你说过那个有可能是这次的奥运会是最后一次奥运会，是吗？我觉得应该是吧，有可能就是明年可能会选择先告别一下乒乓球。会考虑去上学，其实也没有真正的去读过几年书，所以说，想感受一下校园的生活。校园的生活，你想学什么呀？体育相关类吧，体育管理啊，然后商业体育这些。你可以做什么议员啊什么的。没有那个使命、啊、是吗？颜值没有。你挺漂亮的。你觉得啊，挺漂亮的。女生的运动员有很多这些会打扮的人，其实你不感兴趣。比如我不知道爱展就挺爱展、其他人他可能是打扮了，但是我们也没有觉得很你看这位打扮的那么漂亮，就是爱讲多漂亮，但是我真的超越不了。是吗？本店ウェイの体にまとわりついていたオリンピックの影はほぼ消え去ったという。那你在看到这个奥运的这个标志的感想如何？对啊，我觉得好像像做梦一样，就是这个过程就结束了。做梦的事。五年的梦好像就几天就结束了这样。我觉得奥运会还是很多人，是很多人的梦想，不是我。今回の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の意義とは何なのか。まだ答えの出ない私は最後にこの人にその問いを投げかけた。おお、ハロー。你好。来者。终于见到本人了。你好，你好。现在不能跟你握手。是吗？应该不行吧？一起。这样不行。这样吧。这样吧。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えいえいえ、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我应该怎么称呼你？亮叔。亮叔不对啊，我俩也不会差那么多呀、啊。差很多啊，我是78年的。跟我哥一样大。是吗？嗯，差10岁。不能啊，一般都是差12岁才可以叫叔啊。差辈儿是12岁吧。是吗？那就亮哥，亮哥，亮哥，亮哥。我其实是第一次认真看了奥运啊，是吗？因为我连续打了4届啊，所以我是参赛的啊，对对对，一级参赛的身份，一个人看吗？一个人看。但一个人看的话，没有那种气氛啊，跟朋友一起看啊什么的吗？对，但我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看。一吧，我已经采访东京奥运会采访了1个半月了，但是还没找到一个疑问。这次的东京奥运会的意义是什么？这次的奥运会是真的很难，因为有的人就觉得为什么要打，得这个疫情的人会多，就很多负面的东西。因为本身体育这个东西当然是有的人是当工作，有的人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对，但是坦白说，如果是没有这个体育也不会怎么样。就是我自己以前当运动员的时候，说自私一点，就是我就打我自己的球而已，但是大家就加油，给我加油。然后我如果是赢了呢，大家就为我开心；如果是输的话，有的球迷就是还为我哭。我认为这次的意义就是看完选手们的努力，还有就是不管是成绩是多少还是什么，就是不管是在电视上看，或者是在哪儿看，或者听到大家的消息之后，听到的那个人就觉得我也要加油，再做一个资料，或者好，那我今天多跑1公里。那亮哥，你认为呢？所以我还没找到。我觉得，我认为有的事情不是做了马上就知道，可能要等20年、30年之后才知道这个意义吧。意义这个东西是不是去找的，就自己就会冒出来的。不然，哇，好厉害，鸡皮疙瘩，现在是。近代オリンピックの創始者クーベルタンは、スポーツを通じて平和な世界の実現に寄与することをオリンピックの目的に掲げた。今回東京オリンピックで世界が平和になったのか、それは愛ちゃんの言う通り数十年後に分かることかもしれない。ただ少なくとも映像を通して世界中の人が一つのイベントに熱狂した。例えば賛否を呼んだ開会式の演出だけでも世界中の人と同じ思い出が共有できた。私はぜひ来年の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を撮りたい。そこでは一体どんな新たな物語が生まれるのか、考えるだけでもワクワクする。